座九龙巴士公司42C 线，本班车将由长丰开往蓝田铁路站。中途将有广播提示各位乘客下车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请发起长康村康顺楼。The next stop is Hong Shun House, Chong Hong Estate.顺楼，请紧握扶手。Please hold the handrail.
都会去的啦。真的好玩一趟，别这么多虚美，先别进去。
Oh.